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又来到我们股市之宝。那我想呢，今天这个指数啊，其实每天跟大家谈这个指数啊，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哦，因为你扣掉台积电，对不对？也不知道怎么讲哦。所以基本上人家就说，为什么说台湾叫做宰鸡，宰鸡，对不对？啊，这公靠天下人是讲啊，你台积电占权值很重啊，感觉听起来是台积电很重要。讲的难听一点，就是跨别。就觉得说真的，你这个台湾的股票说真的是有问题的嘛，有问题，就一个台积电就占了 30% 以上，对不对？我之前就也讲过啦，这是一个很，这是对于严格讲起来台湾这个股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它事实上它是非常的没办法跟国际接轨的哦。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是要你不能说每天在外面护国神山，护国神山，台积电就是代表台湾的所有的一切哦。这个是，因为你要跟国际接轨，有很多的规则，有很多的规范，有很多的游戏规则，你必须要符合国际，你这个才能够走上国际的轨道嘛。所以你单一一只股价。单一一只股票，你占整个权重超过 30%， 甚至台积电都要到40%了。这个其实是属于那种落后国家才有可能的。我今天讲话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好听，但是可能就是这个是真的。对，你看望眼全世界有几个国家能够一只股票占 30% 以上 ,30% 就是三分之一了。所以这一只股票的涨跌它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加权的指数。那你又现在台湾你又一直推荐人家做期指做期货。做选择权，那你一直台积电，说真的，你在里面搞就好了嘛，就可以欲取欲求了嘛。所以很多的法人，很多的一些这个政府也好，对不对？他买台积电，他哪知道赚台积电呢？他根本就变相就在赚期指的钱。那比如说，跟所有的民进党的立委说，我们明天我要进去买台积电哦，你叫你是立委，你去买台积电哦，期指先给他做多啊。比如民进党说明天早上我们要卖台积电哦，民进党的立委先跟他说，你明天早上先放空，先放空期指，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你去做台积电没赚到，没什么好赚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让人家诟病嘛。对，你民进党，你明天早上说我要用八大行库国安基金，我要进去买台积电了，对不对？赶快跟民进党的那些立委、民意代表、民进党那些官员说，你们赶快做多期指，一定是这样。他怎么叫你买什么台积电，我赚个屁啊！对，你明天比如说你民进党要把国安基金、八大行库要卖台积电了，赶快叫那些民进党的立委，赶快叫那些民进党的官员说，你明天赶快就放空台指，一定是这样啊，这样赚的才快啊，因为台积电它本身它占那个权值很重。那台积电说真的，这一只股票你又不用很多的量，有时候几万张就不得了了，它就上上下下在那边控制的指数。所以这个在国际来讲的话，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它事实上这个是，反正我讲归讲了，也没有人，政府也不会听啊，对不对？但是我是认为以我们在国外的这种国际的这种，所以它就是叫宰鸡指数啊，就是说很多法人、很多外资以后可能美国都规定你不准来做台湾的期指，甚至不准买台积电哦，因为你就不符合国际的规定啊，就这么简单。你不能一直在跟我讲说晶圆代工多重要，台积电多重要，台积电护国神山，台积电多重要。我记得以前那个时候老蒋的时代啊，所有的年轻人都告诉人家说，你们要反攻复国啊，每天都播那个，你们要反攻复国啊，你们要怎样怎样怎样哦，年轻人每个人都要上战场，以后我们要打仗啊，对不对？大家都说老蒋万岁万万岁。你看现在民进党的政府就是每天都是告诉了这些新兴学子，你们以后一定要有一天啊，要好好念书啊，要照能够到台积电去上班啊，台积电啊，念清大交大啊，台积电啊，所有的学生啊，只要是前三志愿，以后的第一志愿就是台积电啊。这个该已经老蒋洗脑，洗脑。所以现在民进党也就不断的跟人家洗脑，台积电台积电台积电。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其实很多的事情就是变成说你自己看，因为
因为我常在讲说，现在的民进党都会讲说，以前老蒋啊，讲那些屁话，还反攻复国嘞。你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啊，人家也会讲说，你们民进党，你们一天到晚在那边台积电护国神山，到最后不知道出现什么状况也不一定的、哦、所以我是个人认为，就是说自己去判断，因为很多东西很奇怪，那台积电占了整个全职的三成以上、欸，哎，都快四成了，所以等于台积电动一下就。就对不对？你今天讲难听，国安基金八大行库给爱民进动，你去买台积电，立委啊，民进他们哪会买台积电？买台积电赚小钱，赶快做多台子期哦。明天比如说民进党这些国安基金，对不对？阮清华说我要卖台积电了，赶快立委赶快通知放空台子期，因为你这个变成那边赚得快嘛。因为你台积电你跌下来就指数就八八八八八就一百点。台积电上去了，8888就是100点，那你其他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哦、所以为什么人家叫你叫宰鸡 啊拉台积电叫做拉鸡啊，拉鸡盘啊，对，台湾股市叫宰鸡盘、啊哦、所以这个台积电说真的，这个大家说真的又爱又恨，又爱又恨，那没办法。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这种东西你必须在未来你还是要慢慢的符合整个国际的规则的、哦、你不能说还是走那种落后国家的，还有很多落后国家是这样啊，它光一只股票都是占全值比台积电还重的、哦、那我们就落后国家嘛。你台湾你一直说你自己是这个啊，跟得上美国跟得上日本，那美国日本人家也没有一只股票占整个全值的三分之一吧，以上哦，以上哦，没有嘛、哦，所以这个是要稍微的检讨一下，你不能一直说，哎呀，我们跟外资在商量，我们跟，哦，你这个就是有点那边哦，强说愁啊，对不对？强说愁，那就是不符合规定啊，你台积电你这样搞，就不符合嘛。哦，这是我的看法，所以说未来这个可能问题还是要，你不能一直跟，哎呀，我们政府我们再跟哦美国再商量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台积电哦，不要这样子啦，不要说不要做台股期啦哦。我刚才民进党哦，现在是足一路的，那没办法啦，因为大家都投给他们嘛，对不对？那他们讲的算数，我们讲的就国际的不重要，哦、国际的不重要。但是我一直跟你提到过，你在最近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到一些小资的股票，很重要。你看看，因为这种小资，啪，今天又涨停了。你看，就又是一万张在等着了。你有没有看到？我跟你讲，你现在看就要看最重要的是什么样，什么人飙啊？你看，又一万张，他这种股票就是你看，让你来对冲，过一个几万张，过收起来。你看又量来拉近一点，你看看又一万张在等着要买，你看它要涨多少。所以啊，各位投资朋友，这个股票啊，我一直跟你讲新闻啊，会更强。我一直跟你讲这个，以后这个所罗门之子大内查木易子贵，这新闻啊，下一波最强最强的大怪兽新门更强，为什么？哎，陈老师啊，这所罗门做机器人，我知道他做机器人、啊、你看看今天又是一万张锁着，你看今天又一万张要等着买，那你明天呢？那这不要再讲了嘛，讲这些什么意思？三月五号没有人要啊，啊？今天又涨停了，那你认为呢？他呢？你认为这新闻呢？5432呢？我个人认为这个股票未来啊，我这边在讲说它会是所罗门的两倍。很多人讲陈老师啊，干不扣脸？光这新闻啊，所罗门也能背啊！你看他今天，你看又一万张在等着。那未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啊，它影响所及啊，一定是让这个先怎么样，先上了来拉近一点。我跟你讲，你大概很多人在这边就会追的了，2XX。我认为的这个新门啊，这个新门大概很多人在2XX就会开始买2XX。你信不信新门呢、啊？
你看这所罗门那么强，你看，所以这西门以后应该是二叉叉，就很多人开始追了。啊，会不会有大力多啊？西门，这西门会不会有超级大力多？还有，你看我之前跟你讲的十全大补，拳拳到手，在砸砖呢，有没有十倍的股票？3月20号，你看这个标的这样，标成这样子，你看十全，股本又小，7.1亿。那时候讲的时候，知道我再不要买小股本了，在这里，哎，我讲了还跌下来了。这我讲了，3月20号，你看，十全大补，拳拳到手，无人爱买啊。我说这上拳的三倍，顶开叫你买上拳好买啊。我说这上拳的三倍，十全大补。我说这个未来啊，4967啊，你看看今天你看几只了，还会不会再涨？这一定在涨了，这会不会到200啊？你看这一天，你看3月20号，我没跟你骗。3月20号，800张哎，没人要买呢，800张呢，800张呢，没人要买。你看看今天，啊，这才200呗，我早就跟你讲啊，没有人要啊。哎，各位投资朋友，有的东西哈，我常在讲，你看这个没人要买啊，这哪有人要卖这个东西？哪有？所以你看看今天，你看看这十权，还有之前我一直跟你提到过的很重要的，我说这一支股票会是十权第二，爱瓦，爱爱中华，你会爱不完6204啊！我之前有跟你提到过，我说这一支啊会是十权的第二，6204啊，郭富城有一条歌啊，今天你这支给你打的，叫爱爱中华，华人之光啊，这支股票，你有一天你就知道了，这支股票十权的三倍，下一支谁会比？十权更大的大笔，你看公仔也无人要信啊，这哪有人要信？把它当作笑诶，啊，一起啊，这种都小股本，当作笑诶。我昨天还跟你讲光胜的三倍，这叫 Oh my God， 光胜的三倍啊，叫 Oh my God 3687，你慢慢看，光胜算什么？下一次光胜乘以三倍，记忆勾皮有个叫3687 ，Oh my God。哎，陈老师啊，你讲的笑话，讲是无爱有个，咱来看卖。我说这一个未来是 Oh my God， 这个是光胜的三倍，光胜的三倍叫 Oh my God。我陈老师常跟你讲的东西，你放在心里面，因为有些东西你说叫我讲，我跟你讲一次、两次、三次。我说陈老师啊，这个怎么会涨？我怎么知道怎么会涨？陈老师啊，这个怎么会涨？啊，这怎么会涨？那以前在这边讲你也不买啊，这边讲的时候你有买吗？那拉回来又讲，讲了两三次的吧。那每天讲，每天讲，每天讲，你现在就一直追啦。哦，所以我陈老师常跟你讲，有一天啊，就在这边啊，有一天就喷上去了。很多人说，哎，陈老师，我打回来都卖了，打回来我都卖了，我打回来都卖了。那我就没办法，你打回来就卖，打回来就卖，那我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哦，所以我陈老师啊，在之前跟你讲的，说这个未来，这个 Oh my God， 这个会是光胜的三倍。哦，反正你放在心里面的。啊，它会不会有很大的大爆发的题材？这个 Oh my God， 光胜的三倍，很有可能哦，这很有可能哦。3687啊，我陈老师，我常跟你讲。底部的东西有时候，哦，有人就会大买啊，有人会大买特买。光胜现在很多人爱追啊，这光胜现在很多人爱聊的哦，光胜哦，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啊 ？Oh my God， 在这里啊！我讲话你就，你有美干外公啊？陈老师啊 ，Oh my God， 会是在光胜的这个位置吗 ？Oh my God， 会不会？你现在都爱追这里啊？这 Oh my God 会不会在这里？我不知道。你到时候一路卖哦，一路涨一路卖，一路涨一路卖，你就全部没有了。所以我这两天我一直跟你提到过这个、啊、，Oh my God， 我昨天有讲过啊，光胜涨那么多啊，光胜的三倍。所以我就跟你讲，这 Oh my God 会不会在这里？
Oh my god， 会不会在这里？光胜你现在爱追啦，啊，就像那银邦600块可爱追的，那 Oh my god 会不会在这边 ？Oh my god 会不会在这边 ？Oh my god， 这个 Oh my god 也叠加呗。哦，我不知道，那我就跟你讲，有些东西啊，就像我那时候跟你讲，1月22号的时候，那没事就叠回来，没事就叠回来，你看1月22号。每次都跌回来，每次都跌回来，每次挡一下跌回来，跌回来，大家也说啊，陈老师早就没有了。你看，就是大波段，未来最狂。我现在我说真的，我现在不会再叫你买光胜的。我跟你讲，这个未来这个位置会不会是 Oh my God？Oh my God， 这个位置 Oh my God， 这个哦，起来哦，拢几几啊倍啊，起码还更小。哦，所以我今天在跟你讲，以后有很多股票啊，这个都是不得了的，都是好几倍，贵啊倍。我陈老师在讲啊，陈老师啊，那我扣你，对不对？那我扣你，你看看这个，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一支会是十全第二？我今天把你盖住，6204，我盖住的意思，你懂意思吗？爱爱中华华人之光啊，6204，十全的第二支啊。啊，它有什么利多啊？这一只有什么利多？这一只有什么利多？这一只啊，我为什么敢跟你讲十全的第二？这砖啊，没人会买啊，那有人会买？十全大补丸，十全大补汤啊，没人要啊。3月20号，哪有人要？长成这样子，我们说上全的三倍，十全大补汤，全全到手。还三月呢，讲了多久了？现在都已经几月了，都已经五月中了呢。十全大补汤，我说这个股本很小，那没有人要。那上去又下来了，有没有？上去又下来了，你看今天变成这样子，那涨上去啊，跌涨，哎，怎么又下来，又涨又下来，今天就上来了。你看看十全，3月20号啊。我敢跟你讲，这个爱爱中华华人之光是十全第二，这支股票十全乘以三倍，我今天给你盖住啊！我跟你讲，盖住是有名堂哦，盖住哦，盖住你动作要快一点，盖住懂吗？盖住，盖住有名堂。哦，我陈老师一直跟你讲，你要放在心里面。还有我跟你讲很重要。有些赛懂不懂？有些暗示，你看看所罗门今天可以拿10000张，我跟你讲，我跟你保证，我告给你保证，保证啥？你这股票啊，你明天后日免买啊！我再讲一遍哦，今天他可以锁10000张哦，哦，那我就跟你讲，母以子贵，所罗门之子啊，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你明天后日，我跟你说，你明天后日，明天后日啦，你看，我再讲一遍啦，母以子贵，母以子贵，所罗门之子，所罗门之子，2亿的股本，才2亿的股本，今天所罗门说10000张在等着，我跟你讲，明天呢、啊，这一只所罗门之子，就怕你用追的。反正我讲，我跟你讲很多事情，两亿的股本呢，他才2亿的股本，他20亿、啊，他的股本是20亿啊，他未来的业绩会不会超过他、啊？他会把业绩灌给他、啊，甚至他接到的单子比他未来所罗门还要更强大，什么机器人而已。我跟你讲，他连 AI、连机器人，咱就卖讲啊，他会不会连 AI、连机器人、连？我跟你讲了，你以后你要哪一天看到所罗门啊，所罗门啊？
把他整个新闻整个就不要再讲了，就讲了就真的有时候、哦、那种把他所有的股份所有的他的一个生产，哎，反正我讲哦，两亿的股本，我跟你讲这个以后啊，你看看他今天啊，你看他今天都已经一万张了，你看看他明天一万张在等着买呢，他这以后明天会不会母一，这个以后明天会不会直接冲上去啊？这会不会明天直接冲上去？直接冲到两百块？啊，这会直接冲到两二零叉叉？啊，等你们在这边你们就买了啦，你懂吗？等你们在这边呢、啊，三叉叉你就买了。你看今天哦，你看今天已经一万张锁着，一万张的人等着要买所罗门，他每次他都这样玩了、啊。他跌个两天，他就开始锁住了，然后还这边还挂个一万张，这波浪你来对，这种东西，各位投资朋友，一定有人会在后面怎么样？这往两百拉了嘛，这会往两百、三百拉，那股本又更小，他股本二十亿，他股本两亿，那我就跟你讲，所罗门就这一个儿子，他也没有别的儿子 ，only one，just one son，one son， 干他一个鸡鸡仔尔，一只鸡仔尔。刚刚几家囝尔，叫新门，新的所罗门。那伊今仔日咱咧一万张咧，踮咧遮咧买，啊明仔载即支会直接冲起哩，今明仔载即支会直接冲起哩。但是上重点是啥？上重点是，伊讲伊阁做机器人啊，机器人啊，机器人啊。我今仔甲你讲啊，即只不止做，即只所罗门之子啊，不止做机器人啊。你小心他未来接到 AI 里面，我跟你讲最大最大宗的订单。算了，我不要跟你讲，反正我讲话哦，你们有一天啊，我跟你讲你就知道了，怎样？你看这个，没人爱买，没人爱买，哪有人要买这个啦？哪有人要买这个啦？啊，实权大，不过陈老师你们都讲那个股本很小的三月二十号，我就跟你讲这个会不会是？郭富城有一条叫做爱不完呐、啊，这支我跟你讲，这一支股票如果未来没有比实权更厉害，这股票啊，这股票未来哪波比实权大补完更加厉害，我给你印证。还有我一直跟你讲哦，我一直跟你讲啊，光胜不用再追了。Oh my god！你以后等着看好了。Oh my god， 在这边位置。Oh my god， 你怎样？这边加，你不还行哦？我以后印证给你看。等到有一天光胜从这边下来，光胜啊，有一天从这边下来啊，这 Oh my god 从这边上去，我跟你讲，你等着看。光胜有一天从这边下到这边，然后 Oh my god 从这边上到这边，我一定会印证给你看。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各位，这个会不会明天直接飙上去啊？等所罗门涨停，明天等所罗门涨停，这个会不会直接拉上去？而且后面我不要再讲了，涨到被分盘，我不知道有什么大力多、哦、我陈老师跟你讲的东西，各位投资朋友记住了，下一支光胜，未来最强的，现在盖住的会是谁？好好把握，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迈向2万点新时代。